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它做出样子，他相信；你没有做出样子，他会相信。教育完全用古人的教材，古人教材用了几百年，用了上千年，没出事啊！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小学有小学一套，六年扎根，就是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弟子规》这些东西，共选了20种。中学就读40、50经，大学呢？就是全书这样一步就够了。这一步东西你要真学会了，你就晓得怎么样修身，怎么样齐家，怎么样治国，怎么样平天下。根一定是小学扎，发扬光大肯定是大学。当中45经这个中学之身，这是把根扎稳，你将来做事情才得心应手，你才会真干。因为丢掉时间太久了，误会了也很久，大家对传统文化没有信心。如果读了45经，信心就有了。大学的时候，身体让你治国平天下了，全书是要好。大学干什么？大学就是叫你离开学校，你在社会上服务，无论干哪一行都是了不起。到大学只要学我怎么用，我有这圣本事怎么用，怎么样帮助你的企业，帮助你的事业，真正做到利国利民。这样年轻人好好努力，佛是觉悟，觉的意思，觉悟就有智慧，干什么都要干。人发心为国为民，为大千世界的一些众生，佛菩萨就来了。为什么？你跟他是一个心，是一个愿望，佛菩萨要你帮助他完成，加持你头一个寿命延长。智慧是每个人自信里头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，是一般人的智慧，他有烦恼习气盖住了，就这个私自自私自利，什么都为自己想，就错了。换过来什么都是为别人想，智慧就打开，自他是一不是二，他受苦看到了就是我受苦，他享乐就是我享乐。我们要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，让全世界人都来看，都想学世界大同，天下归心，中国佛法，中国古圣先贤教诲来领导我，我们再不走冤枉路了。庄严佛净土。
宝山。